能帅的帅哥，克中，克中，戴眼镜，公子克中，克戴眼镜，克中，克中，还有个话筒，呀，好，拿个新碗给你，吃饭了吗？粽子不？嗯，吃饭没？吃粽子呀，我不吃，你们俩吃。听说正常人吃半个，差不多吧，我估计这半个我都费劲，肉粽。甜粽有甜的，咱们今天这个是甜粽啊，而且是26.9块到手十个。对对，好，嗯，马上就有节目了，我看很多朋友已经在期待了。嗯，冷的话去穿个外套去。你看，我还行，我还行，没事。现在切啊，好，现在准备节目了。各位朋友，今天下午呢，大家看到了这个，拿起来说。Testing， 大家晚上好。好，大家来到河南开心吗？开心。发现真正的河南跟你以前理解的一样吗？不不一样是吧？欢迎大家以后常来哈。今天下午呢，大家看到了只有河南里头的一些戏剧，那晚上呢，我们还有其他更加别致的舞蹈。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电影小镇呢，它其实是有一种民国风。对，嗯，那在那个时期的河南其实经济发展也状态非常好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用掌声欢迎一个节目，这个节目叫做一路有戏旗袍舞会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大家知道河南老乡很时尚啊，对，这个是曾经一个电影叫一路有戏啊，它是一个当地的这个景区的一个王牌夜游节目，然后呢也在民间啊有很好的这个评价，他们对灯光啊、旗袍啊、服饰啊、声音啊等等的设计啊，重现了一下老郑州的繁华夜生活。嗯，夜生活，咦，恁得看看，不知道这老郑州啥样。掌声欢迎，开始。中不中 ？OK， 我这没有声音。
大家觉得刚才这个节目中不中？中啊，再给他们送上一次掌声。好，大家发现刚才在展示的过程中呢，女演员身上所穿的旗袍非常的漂亮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呢，大家也会发现，原来郑州呢，它是一个新旧所融会贯通的地方。那当然呢，国人对于服装的审美，我们昨天在安阳看到了，商代人们的服饰。当然时光流转啊，现在我们对服饰的审美一直在变，但是自始至终呢，都是体现一个人气质、身形。好的衣服是衬托人的，所以呢，应前几天大家对我的批评哈，因为前几天呢，大家对我提出了非常直白，然后呢，非常准确，然后言辞也非常犀利的一些选衣服上的建议，所以我们这次找了一些可能适合你的。当然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自己去拍，好吧？好。好，接下来会有模特一起去跟许盼去试穿那些衣服，对吧？啊，已经去了。也能看看许盼身上这件啊。请你承认我今天是一个优雅的女性。行吧。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，其实一直在咱们小黄车里面隐藏着。它的面料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轻，它是醋酸和醋面料和那个天慕斯的一个合成面料，所以非常的丝滑，很有质感。你看，尤其不容易皱是吧？对，它不容易皱，尤其是在这个，还是有点容易皱的。但相比我身上的衣服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它比那种棉的或者是聚酯的要更有质感一些。而且你看，在这种华灯初上的夜色之下，微微的这种高级的荧光感特别的棒。而且各位朋友们，我腰上的这条腰带啊，它是可以拆卸的，所以完全可以调整到你自己舒适的一个程度啊。我刚才基本上就吃了个豆耳圆啊，但是看一下这个身材的包裹性也非常的强，正肩的一个款式，所以不用担心圆溜肩出不出气质。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后面啊，你是真别说，醋酸面料它确实有质感，你真的别嫌它贵啊，宇辉。啊，这价格你买的是款式和面料。确实挺贵的，大家按需消费吧，理性下单吧。对，理性下单啊，理性下单。嗯，但它是那个醋酸面料和那个木天丝啊，木天丝的一个合成。朋友说，宇辉这河南话说的可带劲儿，可带劲儿了，还让我单独讲，我能讲旗袍还是我能试穿旗袍、啊？你可以用你的语言来夸一下。我硬夸，不是硬夸，我觉得你单独夸衣服不用忽略人啊，忽略就是你印象中那种少年时光，好像心目中女孩子都是穿着长裙，对，但你要再看，好像很多非常好的文学作品或者电影作品中，尤其是王家卫导演一系列作品，就是人非常有气质、有质感的，就是旗袍，因为他特别的提升一个人的气质和身形，所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拍啊。对，按照需求去拍，五百多你嫌贵？我觉得有点贵吧。我等会儿再换一个啊。好，那这个已经没有了，我们还有下一款。我去换一个。卖没了。卖没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不好意思，董老师，我要去造型人了。去吧。你给大家拿这件衣服。哎呀，这个就有点刚那种感觉了，是吧？是的。我跟你隆重介绍一下，100%香云纱的面料。香云纱是啥？香云纱呢是广东顺德它一个具有地标性的面料，它其实就是咱们国家为数不多的纯植物印染的，所以你看到颜色会比较深一些。植物印染。而且你摸一下，它是很挺阔，而且不沾身，是吧？对，你虽然说摸的没有那么光滑、那么滑溜，但是香云纱就讲究这样的一个版型。而且这一款你拿一下。我跟你说一下，女孩子穿衣服我试穿不了。我知道啊。咱们拿着这个试。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哦，这个传奇来试穿个衣服，咋回事？咋着？我穿了呀，试穿一下。哎呀，两百单，对，那不穿谁穿？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开白啊，对，它是桑蚕，这个是桑蚕丝，这上面写的是桑蚕丝哦。是的，确定吗？桑蚕丝不是这个。你俩刚说的不一样啊。看吊牌啊。嗯，在哪里？啊，我来吧。我吊牌在上面，你从下面接啥呀？你就。OK， 他咋了？哎，香云纱，就是香云纱，这是香云纱，朋友们，对，香云纱。我跟你说，香云纱700多可便宜。你让他改一下，对，他是香云纱，因为这一摸就是香云纱。Trust me，OK、okay?。你让你看这个人，这个薯片爱生活薯片说香云纱700多也很便宜了。
快点，朋友们，香云纱、啊、他说香云纱就是桑蚕丝做的，我们只有200件啊，只有200件，只有200件。而且给大家看一眼，这个款式很重要。我说这一看就是香云纱，咦，那可重啊，可冻了，人家可冻了，你不动。朋友还说可便宜，我跟大家去说一下，首先它这个设计啊，手工的盘扣，而且它是全开襟的。全开襟有个好处是，您穿脱的时候不用去伸胳膊。哎呀，你看已经104个人说便宜了，你们太过分了、啊。全开衫穿起来非常的方便，侧边的九个手工的盘扣，所以它不影响你已经盘好的头或者是已经化好的妆。你像我妈妈他们那个年龄就很喜欢出去盘头、嗯、啊，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不拆她那辫子了啊。你看穿脱非常的方便，开衫的还是全开衫就很舒服。你像我现在有的时候穿衣服，我嘎嘣一声就骨头响，是吧？啊，因为很多这种旗袍呀，它都是套头的，但这一套呢，它是全开衫。哎呀，模特过来了，模特过来了，开衫了。啊，还、哎、给一个长颈人模特远远走来。对对对，您好，您好。来，啊，对，让他可以从那个从那块往前慢慢走。OK， 对，这样让大家可以看到，可以吗？谢谢，牵着你引那让他慢慢往前。好漂亮。Yes, 然后朝着镜头走哈。不是朝着那个镜头，朝着那个镜头。对，然后有没有什么你推荐的音乐？不找。那个，如果没有你啊，对，夜上海那种。我能怎么过？我的情也是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把音乐放出来。把音乐放出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得有那个 feel。我不知道那首歌叫啥。这种歌。就是你搜如果没有你以前那个木糖醇那个。木糖醇。怎么过？你就搜这几个关键词。对，如果没有你，比邓丽君日子怎么过？啊、不是邓丽君啊，不是邓丽君。我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迷迭香，周杰伦迷迭香，对对对对，放这个更好，放迷迭香，放迷迭香。微微或者花样年华，就是迷迭香加花样年华，可以换着放哈。开始了啊。我要让那个我们这位模特姐姐，模特是小姐姐，大家还是模特。我们身上的这个模特小姐姐，对。哎呀，韩熙，我觉得你可以一较高下，你我可以吗？我克重，我克重，客气正。谁说男子不如女啊？不如女啊！放音乐了吗？快音乐放个外放啊！好的，收到。对，传熙可以同步跟小姐一块走过来。没事，像姐先。你可以这样搀扶着她走过来。哎呀哎呀，没了。那就这没了，你该放你也得放，你别放。你们咋这么实际呢？对。然后大家可以上15单了。你别，我不管，我要听。欣赏美也行。你放了吗？欣赏美。放啥呢？干啥呢？在录。赶快放音乐啊！别找了，迷迭香啊，快！迷迭香，卖完了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听。用我中心跳，谢谢你们。夜上海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他们让传熙去扶着小姐，是吗？有啊，所有都在小黄车里边，都在小黄车里。对，每一款旗袍都在。珠宝都可气，发簪对。还有咱们的珠宝都在小黄车。哎，你们要不要？你就拿着手机，你说这个是一号链接的谁？然后你拉着他从后往前走一下，这样让大家看一下两个衣服之间的差距。买家秀和卖家秀。对，就你过去给他介绍，你说这是一号链接的衣服，然后拉着，比如说一个一个走，你让大家知道衣服对应的是几号链接呀？没有问题。边放音乐边来啊！去吧去吧，我们从这边开始帮你调一下链接。可气扔。他们也很美，我肯定你。对，就是那个花样年华，机位在哪儿？好，现在许盼现在旁边那个是谭德一号啊。好。好，现在各位朋友们看到的就是一号链接的这一款，玲珑缎，生生的春夏新品，修长线。许盼，三句话介绍完，往前走。然后接下来我不是二号三句话介绍完，拉着小姐姐往前走一遍，往前走啊，对往前走。你干啥离得那么远？你要不也来？我好，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一款是二号链接，青青中国风旗袍，绿色长款复古全开襟，非常好穿脱，全开衫的好穿脱是吧？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款香云，这个没了，这个没了啊，这个没了，下一款没了，也给一个机会，也给一个镜头，没了也展示，展示没了也展示，也给许盼，第三个没了也让展示，展示前上前一步，对的。好，这款呢也是全开衫的，买到的朋友可以耐心等待啊，这个应该是预售了已经。好，下一款，哇哦，这个是上下两件的对吗？上下两件非常的舒服，它是宽袖的中式，舒服吗？
很轻啊，很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条，这个很大胆，有设计感，是一个两件套。也的客气。这几号链接我没有找到。我跳个舞还行，开玩笑。大家找到现在这位小姐姐身上穿的哦，哇，非常温柔的一个披肩，这披肩是桑蚕丝的，嗯。非常的柔软，像月光流淌过。哎，子瑶，他的肩膀从后面那个，然后里面是一个套挂脖的长款连衣裙，可以就一个。我没有找到这个链接在哪，在几号？子瑶，稍等，让摄像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找到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哟。哎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款特别值得入手，然后您也可以单买，可以单买我们这个披肩，也可以单买这个连衣裙。好。你有了，咦，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您都分别买到了哪一款哟？好，下一位，转一圈展示一下，哇，流光虽然容易把人抛，但是我们可以把流光异彩穿在身上。这一款在九号链接出产衣饰。已经给大家提到一号了，这一款非常的适合通勤，也很漂亮，月光款。来买桑蚕丝，这个，哦，好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436，面料呢是，对，好，下一款。好，下一款呢是香云纱同款设计，但是它是不同的面料，然后不同的暗纹。这个上面的花纹呢是梅兰竹菊，非常的显气质。如果是一些重要的场合，就包括结婚的时候是婆婆或者是妈妈穿，都是很优雅的，非常的漂亮，是一个修身款，长款，然后它是属于低开叉的一款。这款也是全开襟啊，也就是穿脱非常的方便，它不会影响您盘过的头造的型。好，下一款我们再来看，哇，这款的颜色很有气质。啥皮蛋？咦，我昨天吃过，是吗？好，稍微等一下啊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款是，啊，这款还有吗？这款有现货，有现货。好，我们给大家在几个角度展示一下。哦，它这个也是非常立体的一个收腰款。在中间的位置微微有一个小小的捏肩，这样的话呢显得整个身段非常的立体，而且呢对于腹部的修饰很强。哇，这种暗纹太好看了，华灯初上，盈盈的月光洒在身上。我没有找到这个几号链接，现在是一号链接吗？稍等，正在帮我们调整链接。这个是有现货的对吧？也是一个长款的，和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花开富贵应该是同款的，非常精致的盘扣，斜襟的设计让整个身体的曲线都修长了起来，哇，真好看。好，链接调整好了吗？这款现货的，马上链接，马上。电脑网啊，电脑网不行啊。真的好漂亮啊，真的好漂亮。而且这一款的袖子会稍微偏长一些，能够很好的遮盖大臂。咱俩这会儿略显兴奋一点。对吧，电脑都好，换下一个。谢谢，下一款。这一款啊，前两天我在直播间也有上身穿，非常的华丽。而且您在直播间买到价格如果是718就对了，因为我之前呢还是想给自己拍一单，结果发现我们下播的时候是798。这一款面料非常的舒服，35%的桑蚕丝，再加上60%的粘纤，所以如此柔软有质感，版型很挺阔，颜色非常的鲜艳。嗯，如果是出街或者是通勤的话呢，这一条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非常精致的手工盘扣啊，一样700单啊，700单，哪一款？700单，就现在身上这一款，预售，它非常值得等啊，请大家耐心等。
货了，又要卖货，卖什么呢？卖货了，我想着走上一个小时呢。可以 OK 了 ，OK 了对吧？咱们先从那个可以让他们休息了是吧？卖卖旗袍，卖卖旗袍啊！就咱们有的现货多的，咱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那是哪几款呢？行，那你有你看一下，有几个还有现货，你让留下呗。你这模特不在，你咋介绍呀？对，你看哪一款？他们再沟通一下，他们再沟通一下。对。对大家也可以把喜欢的旗袍的链接上面的数字敲在评论区吧。记不住啊，记不住，因为他们可以看你看大家没完没了，大家说再来一遍。哎呀，你人都大家可以点开下方小红车链接，他们喜欢的款式敲在评论区。对，因为这会儿我们可能稍微有点冷，让小姐姐们稍微休息一下啊，都走啊，就先别喊舅舅，就这会儿有点忙，就这会儿没心思。啊，舅舅这会儿，就这会儿有点头晕，喊哥吧，有点哦，哎，好，哎呀，就这会儿忙着呢，好，嗯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，就是一号链接，它是一套的一个价格，还是挺划算的，280块钱到手一整套啊。现在哎，咱们的白裤裙已经全部断码，但是。15天预售的也没有了，只有这个黑裙裤了。是的，看一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款式。现货也没了。他们想让大家再来一遍，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给脖子上挂个首饰，然后再走几遍？没了哈。没了呀。好，行吧，可惜。给盼盼倒点水吧。哥，你看到有链接吗？因为我看一下这个库存不是特别多了啊。好，转一圈看一下，裙裤在夏天会更加的方便一些。看一下链接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白色的那一款还有没有？是不是只剩下那个黑豆绿、倒大袖和黑裙裤了？对，还有1000单。还有1000单黑色的，但白的没有了。大家想看白的？大家想拍白的，要不然就下一款。好，下一款吧。嗯，然后拍到的朋友的话，可能需要耐心等待，因为有一个15天内发货的一个预售啊，但它非常值得等待。且这款穿的应该不热吧？不热，它是那种比较宽阔的版型，所以夏天穿的也非常的舒服，也非常的日常。好，下一位有请。谢谢。好，下一款的话呢，就非常的气质款的优雅了，而且它也是一个。长款的属于是中开叉啊，它是大概在膝盖往上半拃的位置呢进行了一个开叉，也是穿上身啊，我感觉风情万种，并且呢给大家看一下后面，哇，它这个剪裁非常的立体，能够很好的把腰身给凸显出来，上面的纹饰呢也非常的丰富，有竹子，还有梅花以及蝴蝶。然后整个面料的光泽感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40%的桑蚕丝和60%的一个粘纤，那这两个面料如果大家非常了解的话呢，就会发现哎，确实是这种版型的，只有这样的面料才能撑得起来，因为有一些那种比如说100%聚酯的，它可能会比较划算，但是夏天穿呢，我们担心它比较闷热，桑蚕丝和粘纤呢都是比较天然的一个纤维，穿上身亲肤舒适柔软，而且呢这种独有的光泽感更显大气。大概是5到7厘米的一个高的立领的设计啊，能够比较的凸显出来咱们整个肩颈部分的比例啊，还是很好看的。而精致的手工盘扣呢，3个盘扣，它确实是拉长了你脖子的一个高度啊。好，转一圈再给大家看一眼，非常的显腰身啊，这个颜色。库存比较多啊，2000单给大家。这还有2000单，因为前两天我们一直都没有讲这一款，它其实只有上身了，我们才能看得出来效果的，非常的衬肤色，黄皮也友好，尤其是在傍晚，哎，这样的一个微微的灯光下去照射很有气质，大家也可以，哎，去简单的盘一个头。这样的一个长短适中的中长度的耳坠，然后再加上红唇啊。哇，就是那种经典的港片的风格，港风气息非常的浓郁。好，这款现在的库存还比较多是吧？是的。
生生慢啊，这款叫做生生慢，然后它也是小个子友好的，因为有一个120厘米的衣长和一个130厘米的衣长，推荐165以上的朋友去拍130的，165以下的拍120的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下一款，这个真的是流光溢彩，35%的桑蚕丝，而且这一款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提亮，就不管你是这个只有300单了，只有300单了啊！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立体的效果，哇，它的点睛之笔呢就在正面，稍微偏右边一点点，这样的一个小小的，这算是捏肩了吧？哎，那个珍珠扣都不见了，没有，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褶皱啊，它能够让整个身材显得非常立体，而从视觉上呢，好像把你的整个腰给收窄了，哎，非常巧妙。这边呢还有个稍稍小一点的弧度啊，刚好呢能够把胯部和腰部同时进行一个修饰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这个面料我太喜欢了，很有光泽，谁穿显谁白，它不挑皮。这个颜色其实如果偏黄一点点的话呢，黄皮朋友们会比较的犹豫，但这一款的面料撑起来，它整个的光泽感是把人的气质往上去提的，而且也是一个大概是5厘米以下的小高领，对于可能肩颈曲线没有那么友好的朋友们来说呢，也非常的好穿。精致的手工盘扣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小小的点缀一下，而且呢，这样的一个绿色是非常具有青春活力的感觉的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拍了。好，然后这一款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对718，然后搭配咱们的簪子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簪子就是咱们同款定制的，对，同款定制。然后我头发上的同款呢是中间的这一个花开富贵的牡丹，嗯，可以擦吗？可以擦吗？可以擦，可以把它去掉。你喜欢哪？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，来，你选一个你喜欢的，这个黑色的底，然后带一个洁白的，好看，非常的有气质，而且和咱们今天这套旗袍也很搭，也很搭。哦，然后呢，轻轻的插上去，哇，哇，这个吊坠恰到好处，非常的灵动啊！这个可以给到近景吗？对，哇，对，前面你也可以从另外一边插，也可以从正面就看到。很漂亮呀，朋友们，很漂亮。而它上面的花纹呢是百花齐放，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牡丹，有梅花，然后呢有兰花。哇，这种微风拂过，对，微风拂过，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，百花齐放，仿佛你已经闻到了花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是的，之前我们有说过，这个发簪其实它有几个不同的寓意，在古代，它除了可以固定头发之外，它还是一个可以表白的爱情的信物，一个信物。包括如果我们在古代，丈夫去打仗了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妻子留在家中，她会把那个簪子掰成两半，等到丈夫归来的时候再合在一起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好看啊，我都已经词穷了，真的好看。而且它的花纹呢不会显得太过夸张啊，是非常低调温柔，而且呢包容性非常的强。其实我前两天也上身穿了，小姐姐方便分享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吗？171，56，171，56，哎，但是它这个侧面其实还留有很大的空间，大概还留有2个200克粽子的一个分量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非常的显腰身啊，绰绰有余，旁边呢还有非常多的余量，而且前面的话的这种立体的褶皱能够很好的遮盖身形。我们从侧面看一下，其实不会显得你的腰腹特别的臃肿，侧面再给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的好看，真的很好看呀，朋友们啊，强烈推荐。因为它里面是有35%的桑蚕丝，所以上身的感觉呢很轻很透，基本上呢35度左右的大夏天也不会觉得闷热。可以把簪子都给老师们插上，好，我来。好，然后这一款黄色的呢就比较的适合贵气一点的，咱们的花开富贵的牡丹这一款。哇，好，侧面给大家看一眼。转过去，我们看一下，随便一插就非常的好看，而且这个是咱们的定制款，平安喜乐定制款。下面这样一个水滴型的吊坠，好看，真的非常的温柔，而且略显灵动。其实各种发型都可以扎，就包括你扎一个半丸子头，或者是一个半马尾都是 OK 的。好，我们下面介绍哪一个？我们其他的也可以让。
好，也可以帮他去试一试啊，你可以帮他去试一试。然后呢，小的这个水滴款的话，简约大气。那也这样说吗？非常的简约大气。然后我们在后面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吧。我插到后面，你要不然你转过去，谢谢。我们内部投票，对，选出来的啊，确实也淘汰了一些可能不太适合或者不那么百搭的。后面给大家看一眼啊，转过去吧，这边灯。哇，你看，真的像一个水滴一样，可以看到吗？对，这款萌妹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是我们和萌妹子的一个定制款，这个也非常的简约大气，而且孩子其实戴也很好看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对啊，老师在侧面一点，给大家试戴一下，然后大家自己去拍啊。对，大家自己弄疼了你说啊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不带吊坠款的，哎，就非常的简约大气，显得很干练。好，以及。素簪子，是的，对，它其实是有一点像那个祥云，然后又有一点像如意的那种款式，非常素的一个簪子，更适合，这个、对，这个非常有气质。好，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。对，哎，其实侧面这样看，正着看一下，对，咱们可以有两个方向去戴，对，包括我的头上的也戴了一个啊。簪子就给大家去介绍到这里啊。好，好嗯、那我们歇会视频。好，看一下，你俩可以我俩可以下。全息，全息，已经播很久了，可以休息一会儿。好了。盼盼也可以。雨慧加油。加油。我以为我要开始休息了。来，便当。可以吃饭了，哥。我没。行。耶、yeah ！天，怎么突然感觉有一丝的凄凉？就是热闹之后的这种，这种平静呢，让人害怕。对，最让人揪心啊！美食会不会带来一点安慰？美食，你给我端一盘便蛋，你还不如上个馍呢。咱们今天有做馍的原料。哎呀，你这是河南卖的都没有馍了，大家想一想，多震惊人呢、啊！孩子还在那喊舅舅，别喊了，舅舅这会儿没心情了。哎，这个卖便蛋的啊，黄金便蛋，喜欢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啊。以前呢，你吃过其他颜色的，这次你来河南可以尝尝河南这个风味。当然他们做的这个就是把这应该就是青椒对吧，对，还有应该还有蒜末是吧，还有生姜粒儿，生姜末，对，然后剁在一块儿，用葱用那个醋和酱油，酱油，然后混在一起，最后给上面一浇就行了，是的，买了香油的。但这现在不是河南美食，河南美食还需要最后两滴精华香油，嘣嘣两滴香油，河南美食啊，我占偏了。现在呢，现在好了啊，对，弄两滴这个香油，它就会更加精彩了。需要的朋友自己拍吧，这可能是现在能拍的有库存的，只有一万单，这可能是能拍的还有库存的河南的农产品之一了，为数不多的之一了，其他的大家想买的都没了，比如馍就没了，比如还有啥，香油也没了，还有啥，烧鸡没了，烧鸡你敢信嗯、烧鸡，烧鸡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，在几号链接？稍等啊，给大家放到5号链接，上九号链接，对，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上一次呢，大家对我提出了严厉的、苛刻的反馈，哎，没有苛刻，就是真实吧，就我玻璃心了，哎，然后呢，我就第一时间就跟他们开会了，我说我现在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啊，更加上我身边还有几个长辈呢，屡次的说我，雨辉你就是老土，你一个年轻人，你每天用你的审美和你消费标准，非要严管我们，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都成年人，我们都不知道吗？所以我当时跟他们沟通，我说找真丝的、蚕丝的，什么好一点的这个材料，旗袍，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发簪是吧？发簪也是啊，我们发簪其实是找一个找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元素，找一个厂做的。嗯，发簪没了是吧？啊，还有啊，还有二号链接，都不多，都只剩几千单了。对，你今天满意了吧？满意，相当满意。这次是旗袍，你还想其他？咱下次继续。咱们演员老师自己都说了。
是吧？咱有样品多的话送给他们。我也想要。是吧？送的还有剩的送给你们。剩，应该剩不了，一人一套，正好都带走了。是吧？正好都带走，咱送给他们吧。咱把样品钱给供应商退回去就行。一万单没有了。这个皮蛋是吧？对。扁蛋。吃点便蛋吧，还是咱还是聊点实际的吧。对对对，蹦蹦两滴啊！朋友说这两天脑子里想的干啥都是蹦蹦两滴。我跟你说真的，你在河南就是调菜蹦蹦两滴，河南美食汤蹦蹦两滴，河南那样汤，然后呢这个煮面蹦蹦两滴，河南面条，孩子啪地上摔跤起来，头上磕个包，蹦蹦两滴搓一下，真的，是的，真的。然后这儿虫子咬了，起个包。滴两的香油，嘣嘣一搓，啊，鼻子疼，鼻子难受，鼻痒，然后弄个香油，嘣嘣两滴，是的，真的是这样子啊，我没骗你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变蛋啊，还有尝，咱们这个破损包赔呀、啊，这尝还是啊？破损包赔，尝还是不尝呢？这尝吧。尝尝，就是特色呀。你看，透明，我挑个蛋黄多的，会不会好吃一点呢？朋友说在河北也是啊、嗯，烧伤了，嘣嘣两滴香油，香啊，是吧？朋友，你是不是对香油有误解呀、啊？你这是香油，这不是万金油，嗯，这是芝麻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样吃其实还挺好吃的，这跟第一天调的不太一样啊，我感觉，是吧？对，感觉今天的醋多了一些，嗯，做法也，这个醋多了就比较正宗了。我们还有八千单。啊，今天到了芝麻油了。到了。明白。还有八千单，自己拍啊。好的，二号链接。现在能买东西不多了。五制油茶，这可以作为早餐喝啊。就你上班或者是家里有学生，早上起来喝粥呢比较麻烦，奶呢你又不爱喝，或者长辈他又不爱喝，你想喝一些这个比较清爽的，然后就是消化起来不会太大困难的，因为它是面糊啊。是的啊，面糊是消化起来对人就说困难非常小，不能极限词啊，所以它这样比较舒服，啊，而且尤其适合很多年龄偏大的老人。油茶里头它的原材料就是，你看，小麦粉，然后是花生仁、淮山药粉，然后有黑芝麻、白芝麻、葵花仁、食用盐、植物油和香辛料，就没了，非常的简单，看到没？还可以蘸麻花吃。蘸麻花，这个其实就是小麦粉，它要先蒸，蒸熟了到油锅里，锅里烧油啊，油烧热了炒。鲜亮的一个菜籽油去炒，然后炒上一会儿，你就把提前备熟了用火平底锅备熟了的芝麻、花生碎、瓜子儿，甚至有时候核桃碎倒进去翻炒。你知道你们这个为啥是上面垫成清汤下面沉吗？没错，不是，因为你们的水太凉了，冲这个一定得用热水，对吧？你看你上面都垫的是清汤，发现没，上面是清水，然后下面沉底，就是它没有特别成，对，那种糊状，是因为你水太凉了。几个诀窍，第一个，水得热，啊，第二个，倒的时候边倒边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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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倒边搅。哎，这个跟藕粉不一样，藕粉是你要先用凉水化开，再倒热水去冲。这个你可以直接倒热水，直接倒水不用凉水，直接倒热水。但是你要边倒边搅，边倒边搅，要不然最后，热水它就容易结块。冲过奶粉的朋友就知道，水太开就容易结块，啊，但你要凉水的话。水温不够，上面一层清水，下面沉淀了，它淀汤了就，还是很香的。另外一个，你如果倒的太少呢，最后确实很稀，啊，跟米汤一样。你如果倒太多呢，最后又很稠，所以你弄两次，你就能把握好量了啊。一开始把握不好是正常的。一共有三个口味啊，五仁、黑芝麻、淮山药。有山药，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好。
你不要山药产品吗？这里头就含有山药，而且这个价钱很低，对吧？我看是的，多少钱？18.3元2袋。18.3元2袋。对，你想这能吃多久的早餐啊？嗯，所以这个水不能凉啊，你至少你不用等到它全沸腾，但至少它下面得有气泡往上嘟嘟嘟开始冒了，才能行。刚那个是吧？啊，武志的这个，这油茶人还是老字号呢，你看。Chin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， 然后这个是中国非遗呢。OK， 这是河南老字号还是非遗呢？嗯，没错。朋友说你咋知道？我小时候我家里也做那个呀。嗯，我妈当时给我们做那，给我做那个，每年就是，等到开始天冷的时候啊，她就会做那个，因为她冲着喝很暖和。当然这个时间其实也会冲，因为。冬天有时候容易，北方人容易上火嘛，但夏天就还好。一般就是拿那个小麦粉先蒸，蒸出来之后用手搓开，因为受潮了之后蒸湿了嘛，它就容易结块，用手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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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用那个细的那个轮过一遍，筛一遍，因为面粉里头有可能会有相对大点的颗粒，它就不行，因为你最后冲你就吃的有那个残渣感嘛，嗯，然后筛一遍，筛一遍下来就炒，炒的时候要提前用个平底锅把瓜子仁啊、花生碎啊。核桃碎啊，芝麻呀，它备熟了。嗯，备熟了之后，多倒点油，拿面放进去就慢慢炒，但油温不要太高，要一直翻，一直翻，要不然你不翻的话，贴近锅底地方就黑了，就糊了。然后倒进那些碎，一直炒，一直炒，一直炒，老香了，老香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特别棒，你喝一次你就知道了。对于很多这个河南啊、关中啊，甚至山西一些地方，早餐啊，就是拿这个泡麻花。哎，是的，还剩10000单，你吃过吗？麻花也有，有麻花，麻花几号链接？2号链接。2号链接，你给它泡着麻花，真的绝了。嗯，好，就是它油香油香的啊，然后又因为它是这个冲制的面粉糊，所以它消化起来不会特别的困难。嗯，然后因为你加了这些坚果呀、芝麻呀、花生碎啊、核桃碎啊，所以它对于人来说还能补充一些这个元气，你比如说里头有蛋白啊、薄荷和脂肪酸啊等等这些。红薯又来了是吧？依然是15.95元啊，嗯，前两天卖的那个邓州的那个红薯没了，我问他们，他们说没红薯了，嗯，给大家今天又补上了，今天又补上了啊。咱们这个是鹤壁的，鹤壁的，嗯，鹤壁也很美，河南就是省事太多了，一次去不完，先去四个古都。红薯吃的时候只有一个建议，就是空腹不要吃太多，因为有的人胃它容易反酸。是的，嗯，这个只有10000单了。只有10000单。嗯，对，我们上次是卖了10万单。前天卖了10万单，便宜。13万单了。你算一算，15.95元啊。嗯。算下一斤多少钱？3.1元。啊，15块钱，你有多久没有买过20块以下的产品了？但这次在河南，真的大部分农产品都价格都过不了20。红薯你看，勺子挖着吃，也没有丝，还可甜。嗯，甜蜜蜜。对，甜蜜蜜，很好吃。只剩5000单了。朋友说这个要运费，这个要吗？稍等。应该是包邮的吧？这个部分地区。部分地区有，明白。部分地区可能有快递费，看您，如果您觉得不可接受的话就不拍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这种初级农产品它用的是京东快递是吧？它可能有地方稍微加了快递费，它可能就赔钱了。这个是预售啊，5天之内给大家发货。已经是预售了。对，再磨几年5天预售都没了。嗯，那我们换下一个产品了。你们吃吗？还剩1000单。好呀。好，谢谢。老香了，又热乎又香的。哎呀，以前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冬天，就是寒冬腊月，走在冰冷的空气中，往手里揣一个暖乎乎的这个烤红薯，哎呀，香气飘的整条街道都是。我把它吃完吧，别浪费了。猪蹄儿。哎呀，非常有名的，很多人就是等猪蹄儿呢。马桥猪蹄儿。对，尤其是炖一下，很多南方的朋友炖它的时候里头会放黄豆，对，
炖到最后那个猪蹄儿又软又烂又香又糯。我们今天准备了5000单啊，可香，只有5000单吗？是的。对，有的东西你可能等到我讲就没了。一会儿还有节目啊，大家稍等啊。谢谢，我吃完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啊。猪蹄儿、辣椒、香辛料、盐、糖、白砂糖、冰糖、味精、鸡精，没了。小蜜蜂。OK， 河南驻马店的麻辣猪蹄儿，这个吃之前你可以上锅蒸一下，它就